这部电影确实挺感人的，可惜我们看了2次都没看完。是啊，上一次是因为小说，这一次是因为我。香远，想到我们明天就要走了。哎爸，我们一起合个影吧。哎，好啊，好啊。哎，小高，哎，爷总，来来来，给我们去。好的，来，照个相。好，来，来好，大家看我这儿。好，大家看镜头，来微笑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拍。好，好，好。爸，你们就别送了。哥，大家来了就是为了送你跟香云姐的，来都来了，怎么还别送了呢？必须得给你送到安检口去。行了，听哥哥的吧。那我们就送到这儿吧。啊，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嘛。那我们就不送了，行吗？别啊，爸，这香云姐跟哥一走，得好久见不到了。听你爸的。月月，你跟琳琳记得要听爸跟阿姨的话。还有你。少喝酒，多注意身体。哎呦，放心吧，阿姨也是。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啊。等我们到了就告诉你们。啊，好好学习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好好学习。回去吧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行李呢？这都是我的行李，你箱子呢？喂，行李放哪儿了？向总，我不能跟你去英国。什么？别开玩笑了，你行李在哪儿？我没开玩笑。不能跟你去英国，为什么？我要留下来照顾向瑶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待在这儿。我们不都说好了吗？我爸会照顾向瑶的，你就别担心了，一会儿赶不及了。可是照顾向瑶是我的责任，不是叶叔叔的责任。你对向瑶有责任，那我呢？
你对我的责任呢？我再问一次，行李呢？我们该走了。我没有行李，也没有机票。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说这些，你肯定接受不了。对不起，青草。所以你一直就没有想要跟我去英国，对吗？嗯？是他们逼你的吗？没有，没有任何人逼我，我就是，我是为你好。你想想，你要是跟家里人闹翻了的话，你肯定会很痛苦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只会更痛苦。我不想你。为我好，你串通他们一起骗。香远，如果你跟他们一样，真的希望我走的话，那我就真的走。我讨厌你这样，从来没有这么说。